这一棒哇，三支了。安打，何磊上的跑者绕过三垒回来得分，李家驹哦，两出局之后打出单打，打回来打点最珍贵的哦，三支了，这场比赛猛打赏啊，三打出三安打，两分打点，9-0，义大犀牛领先的朗尼狗桃园队啊，相信明天义大犀牛的先发打序里面一定还有李家驹三个字，哦吼。打击技巧真的不错，这个球已经压那么低了，膝盖的下方。